大人这边来看一下，您看看，来看看，来看看，我们家的衣裳物美价廉，您看一下。您看看我们家瓷器。哎，您上眼瞧瞧。您慢走，这是京城上等的好布料，您可以摸摸。这我也穿不了啊。哎，大人，您再瞧瞧。裁判来了。快来看啊！来自西中上好的香粉香膏，各位大人快来这边看看啊！别这么吆喝。 跟卖菜一样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冒吆喝要可怎么了？哎，各位大人，来，你看那儿。哎，这些盒子每样来10个，给娘娘们送去。哎，官爷，您看看这个。哎，不看，不看。夫人用的极好的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每样5份。这个，谢谢大人。挑几个上好的。 给我爹做几身衣裳。30。哎，30。大人，您看这个。好嘞，谢谢大人。这宫里的采办好大的架子，咱们不做他们生意了啊？没意思了，还有别的主意。机关，这宫里的采办可是不一样。若能做成了他们的订单，那一笔可比外面的普通主顾多10倍都不止呢。哎，那也不能，就他们一样，先别笑话，不要了。 不是，你看那个小彩票，100个。哎，不是，这单子里没有这一项啊。没有加上就行了。这个我喜欢，佳姐自然也喜欢，赶紧办了啊。他的行为如此放任，想来身份应该不一般。你可知这宫里的采办人脉关系是盘根错节，若是没有人引荐，他未必会买我们的账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去笼络笼络这人，看他能不能说上话。 去试试，我去，嗯，笼络他，这那么多人围着呢。哎呀，云香啊，你有怕的事儿啊？谁怕谁呀？你去就去啊，快去。